云林警方最近接到民众报案，讲车一下坡在云林的二轮啊，有外籍义工在相拍。警方查到七个义工，发现都是失联的义工，其中有一个人是越南籍的通缉犯。因平常时靠四界做刷工啊，维持生存，做回小厝过黄黄叶叶的生活，现住时拢互人抓起来移送移民署。警方对后边门入去了后，是大声话讲内底人卖叮当。最近民众向警方报案讲，七下埔位置婚姻理论有外籍义工在相拍，也毋过警方一查了后，竟然发现是一挂失去联络义工。日前接获民众反映情之后，巡线在二轮乡某出租套房查获一名越南籍通缉犯及六名失联移工，全数依法逮捕归案，并移送移民署云林县专勤队。有邻居的客家讲，唔知啊，这间厝内底住较济失去联络的外籍移工，因为平常时无看到什么外籍移工对大门来出入，也以为这是无人住的空厝。我唔知头一眼，我唔知多少人，我唔知还有多少人哦。我未得知啊嘛，知伊唔得进出啦。我根本唔知啊，唔知哦。我爱做隐秘。就是讲小拍你阿款。警方讲，即摆总共抓到七个义工，包含一个越南籍通缉犯，六个失去联络义工，平常时靠四个做散工，也是共斗争做工作赚钱，再个斗阵租厝避斗阵。后有民众若是发现可疑的外籍义工，会使进行通报，避免失去联络义工加速治安上的问题。记者陈宏华报道。